你看房间里有出息吧？哦，有啦。哦，你看这厝哦，今年甲比愈写搁较清气，真舒适，真舒适。把这房间拢我变啊，你知影？连这眠床嘛是我对迄阳台咧卷一排，你免甲胡闹啦。嗯。啊，你唔卷，你是要甲阿伯揢一根单人床，还是要睏涂骹？啊，对对对对啊，对啊。阿勇啊，阿慧芬小姐，请甲厝租予咱两个哦，都算是阿弥陀佛咱的。伊本来哦要租一个人尔，啊，他即卖两个人住入来无价值。你看，伊个人哦，水阁善良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啊，加买两项物件尔，都要讨功劳咧，笑死人你啊！阿伯，你叫慧芬就好啊啦，唔免这样客气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无安尼啦。啊，你如含阮囝的朋友同款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无喜宴哦，啊，就叫我阿福就好，吼、哦！后摆厝内有啥物代志哦，你叫伊做，无要紧。嗯。多谢阿福姐，安尼哦，我就无跟你客气啊。恁客气，恁客气啊。我是你好朋友，叫家亲。啊，先生。这哦，是这间厝的生活公约。我是看在阿福姐的面子上才来打劫的，你上好是看清楚、看详细。你若是哦犯其中的一条，困阳台，要笑死人！那规间厝要住三个人，还搁订什么生活公约？嗯，我妈呀！咋？谁人一礼拜七天内底有五天，我来摒客厅、扫便、扫乖、做粪扫？哎！这唔好，咱两个争一半，你唔照公平。咱这间厝住三个人，安尼算哦是足公平。七除以三嘛，一个人是两公外。敢讲哦，你阿福姐啊，加一个官去变少，你做后生就是负责嘛。搁再讲，阿福姐有交代，啊厝内底的代志哦，尽管叫你去做，我是心肝好，无办两公。啊！你变做五工就好啊！哎，合情哦，又搁合理。去变数来成娘哩！我忍。冰箱袂使冰超过五项食物件，勉强会当接受。咋？天啊！完全乌只来开电话。好，无要紧，我吞。嗯，暗时困袂使顾。我借问一下，你的杨小姐啊？你上午在睏的时阵，你控制袂使顾啊！你甲我讲有哪一个，啊让阮爸顾呢？身体头壳顶啊！上重要的一点嘛，就是你吼，千万袂用去改着我。我的他穿着一件花颜色的衬衫，穿衬衫。更显出美丽打扮，我的她玲珑可爱，有条上温柔端庄。把你搞跳的鬼脸好。